师傅，那个看个图腾，就是他们的业障由他们自己背哦。嗯。看一个80年属猴的男的。80年属猴。哎呦，身上长东西了。对的呀，师傅、嗯，他们查出来在冬至的时候，嗯、就是查出来那个胰腺，对，胰腺癌了。嗯。但现在他已经开始那个，他左面已经有点，他经常吃东西，他经常吃东西啊，左面就痛啊，嗯。哦。嗯，很麻烦。师傅、啊，那他现在？他现在几岁啊？36。哎呦，80年的。好了，叫他赶快许愿吃全素吧。哦，那念多少个小房子，师傅啊？麻烦，他是一个大姐。嗯、大姐，对的，大姐。嗯，他是个大的姐，而且这个、嗯、这是个男孩子，女孩子啊？男的呀、啊，男孩子啊。啊，男孩子，嗯，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哦。师傅、嗯，这是这是男女这种事情。哦，是吧？嗯，在网上，哦、在网上。哦。他被网上的一个像一个女模一样的女人看住了，嗯，真的啊，嗯，哦，师傅，今天我们去给你放生了，他也参加了，嗯，你叫他赶紧啊，第一许愿吃素啊，嗯，还有呢，师傅跟他说你，第二，赶紧、啊，吃东西，第一不要吃得太饱，第二、嗯、要赶紧念礼佛，每天念5遍，嗯，明白了吗？那。师傅，小房子念多少张？小房子啊？嗯。小房子有的念了，要念230张了。哦。那放生还许愿多少，师傅啊？放生800条。哦，还800条，现在快放了10000条。哦，麻烦了，看到一个光身子的小男孩，小鬼来找他。在他身上啊？在他身上，嗯。哦，是吧？嗯。哦。他有病哦，他是在、啊、他在网上啊，看、嗯、看这个游戏，这种美女啊，什么东西的，然后他自己、哦、他就自己做了一些这个自己做了一些那个男孩子那些自己自慰的那些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个小鬼啊，就想投胎一样的，就想盯住他。嗯嗯嗯。现在这个男的小鬼大概看上去只有30岁。哦，这样子是吧？啊，眼睛嘛、哦、眼睛嘛两边往上掉的。嗯，哎，师傅、嗯、我刚才跟他说你要吃全素许愿，然后呢他说因为他现在在化疗放疗什么营养什么的。呵呵呵呵。嗯。呵呵。我说你可以补充别的营养，你说是吧？你看看啊，补充什么营养不是营养啊。多呢，对啊，你补充其他的营养也可以。西洋参嘛，其实最好。西洋参不好，西洋参每天呢，西洋参啊泡茶，然后西洋参里边可以放点那个枸杞。嗯。然后放点红枣。哦。都很补的，嗯。对啊，用不着补那些哦。我跟你说，一定会出事的，他。他要、哦、他那他这样胰腺实际上这个地方不能乱动的，乱动会、啊、乱动会死人的，因为胰腺非常小，手术不能动，是吧？不能动的啊、而且对胰腺会，而且胰腺上长东西的话，它恶性的东西，它会慢慢跑的，它跑来跑去的。嗯嗯嗯，对的。嗯，师傅，是你家里的人啊？啊，是你家里的麻烦，是一个那个朋友、哦、不是家里人、哦、也是一个佛友的亲戚，这样子完了，这个小孩子的命要没了。会保住吧，师傅啊？嗯，让他，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看网上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做烂事，做烂事的时候、哦、实际上来的那个灵性了，就跟他接上气场了。其实这个灵性肯定不是美女嘛、哦、他就是说那种鬼啊，他一看你男人女人做这种事情，嗯嗯，他就来了。所以过去你去看好了，嗯，夫妻行一次房的话，边上有大概有500多个鬼等着投胎呢。啊，你说谁敢，谁还敢做这种事情？因为他要投胎呀。哦，
他要冲到你身上来呀、啊，他要投胎呀、啊嗯。所以过去人家说、嗯、做这种事情嘛，就是鬼就惹鬼的呀。所以人家说做鬼事呀、啊，呵呵，这还不懂啊？哦、呵呵，现在知道了。叫他改毛病，这些毛病都改掉，然后让他要许大愿。嗯，对啊。对吧，师傅、啊？许大愿啦，赶紧啦，不要开玩笑啦！我告诉你，不是营养不营养的问题啦。小孩子又小，命都没了。他结婚啦？结婚了，有孩子了。哎呦。他今天老婆也一起来放生的，哎、他自己本人也。这很简单，他刚刚来，因为孩子出事情了才来放生，这叫临时抱佛脚，听不懂的。对的，他就是临时抱佛脚呀，师傅啊。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这样的？你说早点健康的时候没有懂得锻炼身体啊，啊，等到生病了才锻炼身体啊，还来得及啦、哎。就是啊，师傅啊，真的是可怜的不得了。可怜的，你现在知道他们可怜了不啦？太可怜了。那你过去不没有闻到佛法之前，对，你可怜不啦？对的呀。你也可怜的呀，人家来救你，人家刚刚来给你说心灵法门的时候，你也是想，哎呦灵吧，你也有点排斥的呀。对对对，师傅。对对对，师傅会看不出来、啊。我现在所以感到特别的幸福发喜，充满我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师傅，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师傅没有了，师傅啊，你是真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师傅，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跟师傅好好的学，不要再错过了，没有了。蛮会讲话的，师傅。嘴巴倒蛮会讲的。落实到行动上去不会说哎、还无上师傅那就叫他这样要许大愿哦哎、嗯好啦好的师傅还有什么对他说的吧没什么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赶快把灵性超度掉、哦、自己身体好好养不要再去搞了、嗯、而且这些指标什么如果没有大的波动的话叫他暂时先要跟医生商量减少化疗放疗的程度否则会激化的会扩散的、哦、我可以告诉你美国医学专家讲过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病本来不大就是因为不停的去刺激它化疗放疗检查穿刺等于把它的细胞源扩散了、嗯、就这么死掉的医学界都承认的你可以查、哦、你可以去查我就告诉你 对不要多查已经查出来了不停的去搞啊弄啊搞啊弄啊一定会出事的好了结束不讲了哦师傅结束我知道了